分享一款手机端使用的文件搜索神器，可一秒精准定位所需文件，文件查找速度可提升10倍以上。软件支持文件名搜索、文件格式搜索、文档整文搜索等，可快速找到保存到手机本地的视频、音频、图片、文档等多种类型的文件。这款手机文件搜索神器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定位到文件名一栏，在顶部搜索框中输入文件名称或者文件格式，所搜索文件就会立刻在下方列表中显示出来。点击文件名称可直接打开文件，需要分享或删除文件时，只需长按文件名，页面底部就会弹出删除、发送等选项。如果想要查找课件中的内容，就切换到 Office 文档正文这边，然后在上方输入课件中所要查询的关键词，同样结果也会在列表中显示出来。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文件保存到手机后半天都找不到的经历，手机安装上这款免费的文件搜索神器，找文件的速度就快多了。以上就是关于这款手机文件搜索神器的相关介绍，需要这款手机文件搜索工具的朋友可点赞、评论、转发本期内容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网创智慧库，回复关键词文件搜索获取软件地址。如果本期分享对您有用，请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记得关注网创智慧库，本号持续分享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。